好，那我们准备继续下一个。我觉得说你主线都卡关了，那就演示 PVP 吧，不要再拖了，快点。这些就讲完了吗？可以给你们看一些小装啊。这就奥丁小姐。啊？都给你们稍微看一下，你最终还是要继续 PV。你要记得 PV 在战神殿里面。就可以了。不能刷新是怎样？手嘎，那我现在可以放了。所以昨天我们还抽蓝色的那一只。这些都可以让我跳过吗？不行。他写两分钟之前，你干脆给我看一下那个记录，对对对。